地书记歪萨，佛祖诞辰节，三圣节，在歪萨月的月圆之夜，正是我们庆祝三个神圣的节日。是佛陀悉达达乔达摩太子的诞辰，也是佛陀和婆利如来的醒悟与涅槃的日子。圣洁、伟大、尊贵的达摩佛法，我总是在达摩佛法中来回的实践，不忘布施、清规戒律、打坐、冥想，我的心中依然充斥着贪婪、罪恶和无望。常年累月的沉浸在歪萨月中欢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还宛如初学者。我只是群以仪式，容以祈祷，希望得到如来佛祖的救赎。现在我领悟到了，我应该救赎我自己。随着佛道，我决定继续让杂念清洗。但愿今生是我最后流浪于轮回境界，我愿追随如来，走向涅槃。